毛起来爱慈善流浪动物义卖活动就要开始了。这一次呢，有两件非常好看的 T 恤，在照片里面我穿的是爱因斯坦狗狗，身上穿的是玛丽莲梦露的猫猫 T。这 T 恤呢，一件是1380元，扣除成本之后，剩下的就是要发挥你的爱心了。希望可以让这些毛小孩们在圣诞节也可以过得非常的温暖。活动期间是12月1号到12月25号，希望这段期间大家都可以发挥大家的爱心，然后透过 Carry Me 的网站啊，还有 Playhouse 的网站，跟 Playhouse 的信诚和大直店，或者是 Artifacts 的全省八家店，另外也要透过苹果日报还有 Hit FM 的宣传，可以让更多人把这个爱心发挥出去。非常好看的衣服哦，希望大家可以发挥你的爱心。